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来了解最新的消防安全走向，以及一系列与居家和户外安全相关的重要议题。为您邀请到三位专家、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消防局局长游嘉义。小军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局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消防局的黄其初科长。主持人、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科长好。第三位也是我们的科长，是我们的苏元庸苏科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苏科长好。要带大家来看哦，企业防灾越来越受到重视。基隆消防局特别在爱买基隆店举办了防灾演练，一块来看看，透过企业防灾的演练，就可以加强员工还有业主的防灾意识，让市民的生命安全更有保障。失火了，失火了！呼叫中号面包区，我厂商发生火灾。卖场面包区传出电器火警，警报声大响。卖场自卫编组立即启动，展开灭火及自救行动，同一时间针对员工和顾客进行疏散。原来这是一起企业的防灾演练，位于深西路的爱买基隆店是基隆市唯一大型卖场，总楼地板面积大约4万平方公尺。业者从109年开始投入企业防灾工作，透过防灾演练来强化场所内员工防灾观念。因为我们自卫消防编组其实是在火灾发生后才开始启动的，所以我当然希望说火灾能够不要发生，所以有提醒他们就譬如说店里面的一些室内配线啊，或者是一些用电的一些电器的部分能够做一些检视，然后让火灾发生的几率能够降到最低。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场所在地下室，那地下室有它特别包括疏散以及我们消防同仁抢救的一些出入动线的问题，那这个我也会请我们消防同仁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那当然这个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可以弥补的，就是我们同仁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要求店家跟我们做目前火灾现况的一些交接，包括发生的位置，还有疏散的人数，以及我们同仁能够进出的动线。这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哪一个环节都要紧密结合。从7月1号开始，基隆市各营业场所的消防安全设备都要再提升，如果有缺失的话，消防局一经查获就会立即开单。我们要请教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查查的制度以及转变。哦，各位观众，那最主要这个部分呢，因为从以往的灾例，我们就发现说，包括像台北的钱柜、高雄的城中城，还有彰化的侨友的这些案例里面，都造成一些严重的伤亡。那这些严重伤亡，不外乎在消防体制上面，就会发现说，我们以往设的这些消防安全设备，它必须要定期的去维护跟保养。那假如有问题的话，那必须请厂商来立即把它修复。所以在去年的6月21日，那内政部有特别修了相关的法令，那把一部分有包括营业场所的一些消防安全设备，假如它没有定期的一些维护，那么我们从基隆是从7月1号开始会直接进行举发，也就是直接进行开罚。那以往的制度是我们发现它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都会给一定期间的改善期。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改善期，所以许多的营业场所他们都会把这个改善期一直往后延，那延到真的不行了他才要修。但是这些消防安全设备对他们来讲都是救命的设备，包括在里面工作的员工，还有到这个地方来消费的民众，所以其实是相对重要的。那所以在修法之后呢，我们基隆是从1月1号开始有所谓的辅导期还有宣导期。那当然我们有针对一些包括消防设备实施啊、营业场所啊的防火管理人进行了相关的宣导。那未来在7月1号就会开始实施这样的制度。那当然它相关的一些法则在条文上面也做了一些调高，比如说也从原本的6000到3万会提升到20000到30万。所以这个我们还真的要特别提醒一些营业场所，针对有4个部分的
不合格的项目，真的要立即来进行修缮，包括这个消防安全设备的设置维护，还有助警器的设置维护，以及防烟跟防火管理。那大概有这四个部分，假如说我们在查的时候有发现它是不合规定的，那这个就会立即开罚。是，所以要提醒所有的业者，然后还有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真的紧急灾害发生的时候，你到时候没有任何警示，逃都逃不了，那就是人命关天的问题了。那当然了，在消防所有的东西当中，有一个叫做推广零缺失查报，我们要请教齐初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按照那个消防法它里面的规定，也就是说管理权人你必须要去维护管理你场所的消防安全设备，那就是目前所推出的这个叫检修申报，也就是你这个场所的消防安全设备呢，你必须要定期去委托这个消防设备师去做一个检查，那检查完了以后要送给管理权人，那管理权这一份要依规定要送到消防局来，那也就诚如刚才局长所讲的，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有一个叫限期改善，那民众就会拖，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营业场所把这个限期改善已经拿掉了，那等于我消防队到了这个场所就没有限改了，变成直接就会举发，那所以这个制度呢就是回归，就是这个管理权人呢自己的财产要自己保障啦。好，那我常常讲，我们买了一部车子回来，那如果你没有每一天开，没有每一天去跟他保养，你看我们5000公里要保养，1000公里要保养，那如果你这个通通没做，你一台车买回来就一直摆在那边，早晚也是会坏掉。那我们消防安全设备呢，在社区大楼里面，也许呢这些设备设下去10年、20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个火灾，所以大家就会疏忽它，说去做这个东西好像是有一点多余，所以就会一直拖。我常常讲说，在大楼里面，你看那个电梯，如果你那个有10几层的，你住在15楼、16楼，你那个电梯坏掉，会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修吗？那这些住户一定会骂死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消防安全设备，我们常常看到，来展年3个月、6个月都还没有做好，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给我们有一个概念，这些火灾不一定会发生，但是火灾发生呢，会影响我们人命、生命、财产的安全。电梯坏掉，还应该还不至于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投资这些消防安全设备呢，要一个概念呐，如果你是企业界，你就把它当成你是投资的必要的一个项目，你就不会这么痛。你看，我常常讲说，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我们要开车来，要不要加油？一定要。我今天去搭捷运，要不要刷悠游卡？有。但是民众怎么没有一个人会去跟他斤斤计较？我为什么要加油？我为什么要用悠游卡？这个就是你出门你必须要用，你投资必须要用的一个项目。如果民众有这个概念，跟保险一样。对，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民众，政府呢把这个限期改善拿掉，最主要不是要惩罚我们老百姓，不是要还老百姓的钱，是希望能够大家去重视，因为火灾什么时候要发生不知道，但是如果只要发生，我们投资下去的10块钱、100块、1000块、10000块，我们救到一条人命，我们就够了。是，真的说到这个防火安全，真的非常的重要。要请教我们的齐初科长，就是新竹的豪宅大火这一件事情才刚发生嘛，那我们的居家安全到底要怎么样来看，怎么样来维护呢？好，那个新竹这个案子发生了以后了，当然现在整个的火灾调查原因正式还没公布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在媒体大概都看到的说，那个管道间呐，那一个很重要就是它那个防火气化器破坏掉了。那我今天先把这个防火气化给民众啊，给了一个概念了。那什么叫防火气化？就是我们建筑物在盖的时候呢，它都会设这个防火气化。好，我讲一个很简单，这个如果以目前的防火气化，它是规定1500平方公尺要设一期啦，但是它设有洒水设备，还可以增加1/2，这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回去看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影片，就爱买或是 Costco， 你看它的厂区有多大？它很大，它绝对不止1500，它可能是10000。那它按照道理要不要去做防火气化？也是要。他1500要做防火墙、防火楼板、防火门去隔绝掉，但是你们去爱买看没有啊？我进去一台推车进去，从入口就开始逛，一直买，一直买，买到最后结账还是空的啊。
我跟你讲，他没有违法，他还是要做，他还是要按照政府的法令，哎，1500平方公尺，他设一期，他还是要企划出来，哎，他说那个防火贴结门在上面呢、啊。哦。那如果我这一期，我上面这一颗探测器去感应到了烟或火，感应到了，哎，我们不是会听到火灾发生，火灾发生吗？哎，感应到这一期，这一期的防火贴结门就会自动掉下来，嘣嘣嘣嘣嘣掉下来，嘣嘣嘣嘣掉下来。那他的用意在干嘛？如果我们的爱买整个。火灾发生呢，他不希望全部沦陷，他只沦陷一期，把它区隔出来。好、哦，这个就是我们防火气化的一个概念。那回到我们的集合住宅，你看我们每个楼层通通会有一个防火气化，除非你去破坏掉它。好、哦，那这个防火气，除非你大于1500平方公尺才要去漆啊，要不然大概就是一期。就这样子而已。对，那你这个防火气化呢？我们不是在讲火灾发生，楼下火灾发生怎么会窜到楼上了？标准的理论是不应该串，对，我们每个楼层它这个都是设计的很完整，你五楼发生火灾就在五楼，六楼就是在六楼，但是为什么会串？这个都是我们民众破坏掉。好，那我们火灾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直跟民众讲，我们要沿着走廊通到安全地安全门，哎，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门，这个安全门一推开就是楼梯间的、那楼梯间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垂直气块，那垂直气块就是供我们逃生避难跟消防人员抢救使用，所以标准理论，我们火灾发生爬到这个安全门，讲难听一点啊，它就是叫安全门，就是你爬那边就安全，你就没事了。但是我们这个安全门一推开，标准理论，你楼梯间没有火没有烟，你就往下逃，你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安全门的，你看我们的集合住宅，我们很多，我那天去一个场所看也是一样，它是一个避难落者哦，你看它为了场所门前的。用途，他就把门整个都打开，都固定死了。嗯，好，那如果你火灾发生，我假设我今天五楼发生火灾，我这个门如果关起了，我再怎么烧就在五楼，对，它不应该去串。但是如果你这个安全门是去把它打开，这个火跟烟就会灌到楼梯间去了。啊，灌到楼梯间去，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烟囱效应，啊，整个就灌上去了。啊，灌上去，你哪一个楼层你都没得逃了，你也没办法。除非你的门是关着，安全门。所以回归回来一个，就是民众要遵守政府的法令所设计的这些，都是在保障我们民众的安全。安全门该关的时候你就要关，你就要把它推开。这个很多，你看。那个我们不是还要是住在一楼的，有政府不是要求要设一个防火巷吗？嗯，啊，防火巷要干什么用？哎，讲得很好听啦哈，但是实际的种菜、的停机车，过一阵子就会跟老公讲，哎，我们一楼的厨房比较小，怎么办？吐我口，哎，吐出来，嘣，又出来了。啊，隔壁哎，你要蹦，我也要蹦，大家来了，上面就算这个叫违章建筑。哦，全国各县市都一样，违章建筑太多了，你要靠政府的公权力有限。嗯，好。你要靠政府的公权力有限，完全要从我们民众做起，所以政府法令所设计的其实都是保障我们那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希望我们民众哦不要去破坏我们这一些政府法令里面规定的东西。当然新竹这个东西呢，我们真正的报告还没出来啊，当然它有管道间填塞的问题，这个是涉及比较专业，这个是建管的部分，我们会去我们等它整个报告出来，我们看了解怎样。那现在中央政府也有已经公文下来，要去清查这一些场所。那做以上的说明，是还有一个防火时效，对不对？哦，那这个防火气化呢？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防火墙、防火楼板、防火门嘛。像你这一道墙，我们都看得到个叫做阿西墙、阿姆陀标、增阿标，其实那个叫做防火墙啊。什么防火墙？防火墙就会有一个名词叫做防火时效了。啊，那建筑法的防火时效有30分钟，有60分钟，有90分钟，有120分钟。把它烧过去就是。啊，对，不同的墙它有一个规定，那建筑师会去确定，哎，这个是哦，分间墙，你就是60分钟。啊，讲难听点就是，我在这一间如果因为火灾发生，这个火烧，它要窜过去，它必须要耐60分钟，它才能够过去。好，所以包含我们的防火门都有一个防火时效。哦，原来这就是防火时效，哇，长知识了。所以最主要还是就是居家的安全啦，就是不该拓展出去。或者是安全门该关上的都要关上，而且很重要的是就是安全梯的不要堆积杂物，不然到时候门打不开或者是出去被绊倒，那都很难再逃出去，所以要请大家安全。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其实消防局真的是很就是人民的救命保姆嘛，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前日才发生的潮境山崩。
这就是我们6月3号发生的基隆酬进公园崩塌事件。其实消防局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抢救工作。我们要请教局长，就是现在天灾真的还蛮多的，就是当天的那些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如果又碰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当天发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刚好跟市府市长跟市府的团队都在议会备询，所以当天发生的时候，后来我们勤务中心接到了之后，就立即派遣了辖区分队，还有临近的支援的分队前往到现场去救灾。那当然，第一时间我们也动员了基隆的搜救队来进行，带了一些相关的器材，然后带到现场去进行确认。因为当时报案的时候是最主要是有说到说不确定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人员啊，受到这个压迫这样，所以我们当时也运用了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当然现场有目击的证人，然后我们也调了两端的路口监视器，甚至有一些部分停车场，那甚至有当时有一些移动的车子，我们都跟他要了这个行车记录器，去确定说到底有没有人相关的人车在里面，在土石崩落的时候是被压在里面的这样。那当然因为刚好这个位置呢，一边其实是比较靠基隆，那另外一边非常靠近新北，所以我们当时也第一时间通知了新北市消防局，然后到另外一端来进行抢救。那台北市消防局也主动带了两条搜救犬到现场来做支援，所以我们当时用了，说实话是用了蛮短的时间就确认里面应该是没有相关的人车压在里面这样。那当然后面就是各位可能比较知道的，就是已经开始做一些复原，然后来进行抢通。那未来当然还是会有土石加固的问题，就是说希望它未来不要再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一次，从上一次0403我们特搜队友到花莲去，对，那这一次我们自己在0603在我们的酬进公园这个土石崩落，我们有动员的搜救队。那我们还是觉得说搜救队它还是有在可以再跟进的必要。那当然运用一些科技的救灾现在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当然不是只有在特搜了，其他的包括我们在实施火灾抢救或者是灾害预防的这种情境下，我们都希望说科技能够辅助我们进行救灾的，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多加来运用。是，哎，真的哎，那山崩当下，我们就是好担心到底有没有人在里面，就没想到哎，大家运用各种各式各样的科技，甚至搜救犬，就确定里面是没人，所以真的是老天有照顾，真的是。但是每一次意外很难说就是这么的幸运，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很精进的一些部队来进行搜救任务。我们要请教袁庸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特搜队有什么样的规划，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其实跟主持人或者是观众朋友报告说明一下，叫做特种搜救队，其实它也是我们消防局的成员哦。它的工作不外是救灾还有一些救护的工作。但是我们像一般消防人员的来说的话，宣导也好，或者是甚至进行水源调查，还有消防的救灾救护工作，这些特搜队员他们一开始都是属于消防队员的一个工作。那后来在这样重大的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会从我们基隆市的临时任务编组，由各分队我们也挑选出受过专业的证照，还有一些经验，然后训练有素的成员，然后他们会穿着不一样的一个服装，也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套，它是全国统一的一套特种搜救服。它是属于黄色跟红色一个拼接的布，然后来组成的。鲜艳。对，它比较鲜艳。它其实如果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防烟的材质哦。那它戴上的头盔也是比较不一样，它叫做岩盔。那我们会像比较重吗？它是比较轻的。比较轻。它是属于是可以防撞击的，但是它并没有像我们的消防帽这么厚重。那消防帽是进入火场，但它比较跟消防不一样的部分是，它有一些像是旁边的防噪音的一些耳罩，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加装护目镜。因为我们从事像我支援的花莲云门翠堤的一些地震，或者是太鲁阁普悠玛火车翻覆的一些意外事故，我们基隆特搜队都有前往去支援。那在现场它的灾害状况就是需要比较不同的装备去因应哦，包含了防噪音或者是防灰尘等等的。那其实像手套的部分也是哦，好像这样的手套跟一般的消防手套当然是不一样的。它这样的一个手套，
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防切割材质的，那前面的是属于耐磨材质的，所以它做一些车辆破坏，我刚刚讲到火车翻覆的，进行一些倒塌建筑物的里面的支撑工作或是救援工作，甚至还有绳索救援的工作，都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在基隆市特种搜救队来说，现在是属于任务编组的形态，然后在各个分队，然后挑选有具有证照跟一些训练有素的同仁担任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工作。那在特殊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赶快集结，像这一次0403的花莲的震灾，或者是0603的土石崩塌，我们都会受指挥科的派遣，然后来第一时间集结这些特种搜救队的同仁，然后第一时间前往来做支援救灾。那未来的部分呢，我们正在规划说，因为现在真的是各种灾害有多元复杂性一直在增加，地震倒塌也好啦，土石坍塌也好，甚至海域的救难，绳索山难的一些救援，甚至还有一些属于空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救援方式，科技设备越来越多，然后专业器材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的训练部分当然都非常的复杂，那想要去组成一个比较专责的特种搜救分队，然后来担任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任务形态，那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说提升我们基隆市整个救灾的量能，然后把人才的培养跟培育，甚至留住这些人才，然后再进而带领其他消防分队的同仁一同来精进救灾，是我们这个专责特搜分队的主要目的。那当然在分队在专责特分队成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评估包含它的交通地理位置状况，因为全市的救灾它都必须要去支援，那当然它的救护它也要去跑救护，然后甚至其他县市的支援它可能要第一时间的出动，所以这样的一个厅舍分队的选定，我们要考量交通地理状况，甚至它的厅舍的腹地环境，因为平时做的一些训练可能跟一般的分队的训练有所不同，会更加的精实扎实跟多复杂多元，还有一些像是整体的一些业务的规划，所以我们在地点的选定上面，我们这边还是做一个详细的评估，那未来会朝向更专业的一个救灾的单位来进行训练，这是我们对于特搜搜救队的一种规划。那当然刚刚，我们局长跟主持人也讲到，这一次0603，台北市有支援搜救犬这个部分，我们市长也有指示说基隆市未来也需要去成立这样的一个搜救犬队，那我们也都去过邻近的一些县市，包含台北市、新竹市，去观摩他们搜救犬的厅舍，还有训练驯养的方式，我们从他们一些经验来学习，甚至请他们的教官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培育领犬员，那当然在犬只的挑选，有它一定的一些程序，并不是所谓的每一只狗都适合做这样的一个搜救犬，我们需要去看它的一些个性，然后还要看它一些品种，然后来适合做这样的一个搜救的任务，所以未来其实在特搜队的规划来说，我们可能会走到专责，我们也会讲要养到搜救犬，当然刚刚讲到的里面的空拍机我们也会去增进，增加这些设备也都在持续的在训练，潜水救援队的部分我们也是一直都在努力的扩增它的设备跟人员，所以现在的地震灾害，还有交通事故的一个复杂性，我们都需要去引进比较特殊专业的器材，包含了重型的破坏的车辆机具，其实一般的车辆在翻覆的时候，一般的我们所谓的用破坏剪，或者三用撑拉剪的一些破坏器材是足以去做这个救援的工作，可是基隆像是一些快速道路常常遇到的是货柜连接车的翻覆，甚至这次我们去其他县市支援的普悠马号、泰鲁格号翻覆，这些比较重型的车辆它需要的一个机具就需要的是重型的车辆破坏的支撑机具，那当然这部分我们也有透过民间善心的人士，来捐赠这样的一套器材，那当然这样的器材就要不同的一个训练，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特搜同仁都能够了解到这项不一样的设备如何去使用，然后才能够去保障我们基隆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现在基隆市特种搜救队的编制是总共有50名同仁那未来我们也会去参加中央消防署的一个国际认证 NAP 的一个中型认证，那它需要的人力更大更多元需要去更要扩增我们这个特搜队的组织所以未来规划会持续会把这样的人才继续的招募，然后让我们的
基隆市的特种搜救队的人员哦，然后增加，然后足以应付基隆市的各种灾害，甚至通过我们中央消防署的一个国际中型的认证为目标。是，说到特种搜救队，其实有很多的场域都非常需要到你们。那最重要就是现在夏天到了嘛，海域的安全也非常的重要。有时候，这海真的是很难说，表面看起来平静无事，但是里面是波涛汹涌，但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碰到。那到了放暑假的时候，现在离暑假很近，很多小朋友或者是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到海边玩或到溪边玩。那在夏天玩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安全呢？其实，在去年就是万木山短短的200公尺，一天却有3起命案。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我们这一条的安全防护措施做得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就是前一阵子行政院院长到基隆来进行访视的状况。它会有一个采水器，对，然后从水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上是设定水下的1.5到2公尺。如果有很好的科学的证据，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我这种游泳技术不太好的人还是可以下水啊，或者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钓鱼？我想这样就让我们亲近大海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而且越安全，越有保障。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到我们这一个水文跟浮标观测系统这个设置的重要性。当然刚才我们管主委说未来我们要降建设要蛮多的这个经费但是如果能够提供民众一个接近海洋还有这一个尊敬海洋然后好好的来能够在进入到海洋去活动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想我们政府这样的投资是有必要的。我们去年发生了一些让人非常遗憾的一些事故，那在这之后呢，我们也跟包括北关处的陈处长我们也密集的合作，我们持续跟行政院各单位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强化海滩安全风险告示，整合中央跟地方既有的资源。我们本市现在有超过7支以上的海岸监视摄影画面导入 Go Ocean 平台。那虽然有导入 Go Ocean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点在那边看，那也没有人在那边就是游得太远等等所以我们也是要跟院长报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后续的一些大家的合作跟处理。今年开始，我们也配合海委会作为海岸实验基地，开发以人工智慧侦测离岸流识别技术，并建立告警机制，透过科技辨识离岸流及长浪等隐形杀手，建立国人从事海域活动时的风险评估概念，提升海域油气安全，减少意外的发生。刚刚市长所说，我们基隆市在做离岸流 AI 辨识，我们对于这个计划给予很大很大的期待，所以我们二话不说就给予支持。那除此以外，我们也在安平要做一个整体的海域安全的示范计划。那所有海域安全的示范计划，在今年度比去年度，我们总体的补助经费呢，成为过去的3倍，这个都要非常感谢陈院长的支持。而以基隆来讲的话，我们去年的补助真的太少了，所以今年的补助稍微一增加，就成为去年的5倍。那这就可以显示，就是说海域油气的安全，真的也是保人民平安的三安四海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除了海巡署在海上的救生救难以外，海域油气的安全也是我所重视。真的就是要持续和中央一起来合作，来加强大家对海岸安全的一些相关知识。我们要请教袁庸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天玩水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判断这个水到底安不安全，然后学生或者是家长或者是民众该怎么样来玩水。其实水域安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尤其是基隆市其实四面都是海，那也很多海域那大家都很喜欢去玩。那其实在这个整个教育上面理念来说，我们其实主要就分为3大块。
在水域安全部分，第一阶段就是刚讲到的，就是教育，然后第二阶段才是所谓的警戒，第三阶段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救援。那其实这三阶段来说，我们在市府团队都有各主管机关来做负责哦。教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教育处哦，我们也会配合教育处来做一些学校的宣导，或者是在重点的夏季期间哦，来进行配合的巡逻，然后还有加强一些防溺的宣导的作为。那这是主要是第一个阶段是教育的体面哦。如果教育这一个方面的话，当然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哦。所以现在我们基隆市有很多的国小哦，已经将这样的一个水域安全哦，然后慢慢带入哦。甚至有去一些海域哦，来进行一些毕业典礼也好，甚至要毕业的时候要必须要考取一些相关的证照，甚至要游一定的距离等等的哦。这其实都是教育哦一开始要做的。那接下来才是所谓的警戒。警戒的部分，其实我们各个海域它都有一些主管的机关，像我们和平岛是采用 BOT 案，然后由民间委托民间来做一个整个救生员的规划，还有海域场域的管理哦。那我们像这一次的我们的潮际沟园哦，有跟海科馆来做一个合作，然后他们是主要是由产发处来做管理，然后产发处跟海科馆这边哦，也是找一些民间还有一些志工哦，来做一个巡防的一个动作，那在定点的时间，甚至运用科技的辅助哦，去算它的一个潮汐的潮差，然后还有整个监视系统，然后来看一下潮境公园现在的潜水的人员的状况。那当然，潮境公园有一些像秘密花园啊等等，钢铁礁啊，大家很喜欢去那边潜水。那现在为了要管制这样的一个安全潜水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市府哦，在产发处那边也有严定比较严谨的一种登记制。那当然，相关作业可以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那这一次我们主要还有针对大武仑沙滩的部分哦，在警戒的部分，我们的这一次主管机关也是产发处哦。那他们现在也针对了大武仑沙滩的部分，在救生的质量上面也做了一些提升，包含了广播的系统或是监视的系统，然后还有救生员围外哦，然后来做一个巡逻哦，都有在做一个企业提升哦。这是警戒的部分哦。那最后才是我们消防局的所谓的救援。那当教育的部分哦，真的大家有忽略了哦，甚至在警戒的部分意外发生了，然后才是我们潜水更正哦，像我们消防局哦就会派出我们救援的单位哦，包含的橡皮艇啊、救生艇啊、潜水队都会立马到现场来做一个救援的动作。那在其实这个环环相扣，一件溺水的案件，如果这个前面的教育跟后来的警戒都失去它原本的效益之后，我们救援工作才会开始做介入。可是真的跟大家民众呼吁一下，当我们消防局在介入救援工作的时候，说实在的，这个时间都来不及了哦，因为海域或者是水域哦，这样的一个分秒必争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消防局虽然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但是其实都已经没有办法力挽狂澜来拯救这样的一个生命哦。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间哦，跟大家主要宣导一下，我们在基隆市哦，夏天又到了，大武仑沙滩去年度哦发生这样的一个不幸的溺水状况，我们刚刚也看到的新闻画面哦，都做了一些提升水域救援的一些质量，但是还是要跟民众做一些宣导，也就是所谓的大武仑沙滩里面的离岸流。这样的一个离岸流，我们简单来看到，左右两侧是所谓的并岸流，它是在沙滩这边哦，海流的聚集哦，先从下岸流，然后往沙滩这个方向，然后再来呢，就是从并岸流，然后往中间汇集，汇集之后呢，它这个海水的部分一定哦会再往外带，也就是产生我们的离岸流。那这样的一个离岸流的一个距离哦，有从10公尺到30公尺的程度。那往外带哦，有可能从10公尺到100公尺的程度哦。这么长？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如果真的去看一下我们万木山沙滩，你在玩水之前呢，可以先走一下沙滩步道，观赏一下优美的风景。重点是，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海流，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它的海浪的状况，往我们海滩这个方向打的时候，它会有海浪出来，但往外的离岸流的时候，那个浪花会稍微会比较减弱一点，然后这边的距离大概10米到30米，这就是所谓的离岸流。那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戏水的时候，大家尽量都在两侧这边这样做一个戏水的动作。那如果真的很不幸你遇到不小心走到离岸流，然后甚至有往外海被冲的一个情形发生的时候，大家切勿太过于惊慌。你可能会看说，哇，我离岸边越来越远了，我好像
要赶快游回岸边，但这种时候你永远抵抗不了这样的一个海流。那海流的话，大概每秒会有2公尺的一个流速哦。以人的这样的一个体力来说的话，你还没有游到岸边，你可能体力就透支了，然后你就会流到了外海哦，甚至在体力透支状况之下，你可能就灭顶了。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离岸流，就不要惊慌，你就顺着流慢慢的飘，慢慢飘飘飘飘飘到最后，你可能会到了比较远一点点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离岸边虽然远了，但是那样的流速你感觉得出来，你并不会再往外带，表示说它的这个离岸流已经减弱了。那减弱了之后，你接下来怎么办？OK， 其实你可以往两侧去游泳。往两侧去游，那往两侧游了大概一定的距离，也不用久哦。你感觉到说如果有流往内带，也就往沙滩带的时候，就可以转回来往沙滩这方向游。那这种时候你就会遇到了所谓的叫向岸流。那这种向岸流是你的一个助力跟推力哦，你可以轻松一点，然后慢慢的滑，然后可以就越来越靠近我们的沙滩这个部分了。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一开始在戏水的时候，先去观察一下大轮沙滩的这样的一个离岸流的状况。当然，它这个离岸流并不是都是固定在一个地区哦，它有可能会往左右两边去移，要看它当下的一个海流的状况。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玩之前哦，可以在走在这个沙滩上面稍微看一下海面状况，你可以去仔细看得出大概离岸流的位置，那你就避开这个区域。然后找这个向岸流这个部分两侧去戏水是比较安全的。那如果真的不幸遇到离岸流，你就让它往外带，带到一定的程度，你再往两侧去滑，最后然后再慢慢的游回这个沙滩这边就可以了。嗯，真的离岸流真的是一个隐形的杀手，所以我们教育很重要，就是向下扎根。那现在很多学校他们其实都会有推那个5G VR， 我们来看看五人国小，他们就利用离岸流这一个特色来进行的 VR 教学。戴上头盔，手持遥控器，来到沙滩，跟着指示就能知道遇到离岸流时该如何自救。我觉得这堂课很好玩，很新颖，学到关于离岸流知识和 VR 头盔的使用方法。用这样的方式上课很有趣，因为可以体验到有趣的 VR。这节课可以让我们知道海域有多么的危险，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要怎么自救。就保持躺平在海面上，让海浪带着你回到海滩。五人国小参与教育部 5G 新科技学习示范学校计划，将 5G 新科技与校定课程海洋教育结合，以离岸流为主题，透过 VR 虚拟实境的方式，提高学生对水域安全的认识。那我们希望孩子透过 VR 一体机的设备呢，去用另外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离岸流形成的原因，还有孩子在遇到离岸流的时候他如何自救的一些措施，因为这是一个蛮新奇的路径，我们也希望孩子透过这一个过程可以加深他的印象，对他的安全的防范呢能够有更加的提升。体验完就要进行小组讨论，从反馈思考中更能深刻认识水域活动潜在的危险与安全意识。五人国小也将进行一场结合英文领域的 5G 新科技元宇宙课程，展现校方对 5G 新科技创新教学的承诺与努力。这就是结合新科技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从小就知道该怎么样安全的玩水，而且认识我们大自然中的一些隐藏的杀手、一些伤害。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教袁庸科长，跟大家分享安全戏水的一些方式。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大轮沙滩去年这样的意外事故，其实还有一个重点的事情，我刚刚忘了跟大家说明。其实，在去年那样的一个状况，大家觉得都风平浪静，其实当下的情况外围是有一个台风的。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台风没有侵袭到台湾，甚至都没有发海上陆上台风警戒，那我们出去玩又是艳阳高照，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是不是就真的安全了？其实并非是这样子的，我们全世界全球的海域是连在一起的，就算今天日本那边有一个台风存在，它也是会影响我们东北角的海岸哦，所以它影响的一个很明显的效益就叫做长浪。其实在气象署这边都会去发布一个长浪警报，其实当天的大轮沙滩溺水事故也有这样的一个长浪警报，但是现场在戏水的民众其实并不会去
了解到说有这样的一个长廊，他只觉得说艳阳高照，晴天晴空万里，适合戏水。其实在外围是有一个台风的存在，所以台风如果在外围的话，它非常会引起这样的一个长廊的动作，那你这种时候会更引发一些海流的效益，更容易被往外带走。所以我们还是强烈建议民众多关心气象，那如果今天真的有台风真的就不要再去追浪了甚至像一些冲浪的一些喜欢冲浪的好朋友们只要遇到台风整个心情就很嗨赶快去追浪，但其实真的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性还是要评估一下，我们尽量不要去海边去看这个浪，也不要去追这个浪那刚刚有讲到如果真的有发生的一些溺水事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这边又其实简单的跟大家民众说明一下我们的救溺五步骤，也就叫做叫叫声抛滑，它从上面往下面是风险越低到越高的一个救溺的作为，第一个叫大声呼救，第二个就是打119、118、110跟112就是消防局啦、海巡、岸巡，还有我们的警察局单位。第三个就是伸，就是利用延伸物，包含了竹竿啊，还有一些树枝等等，去救这些人。最后再来第四个就是抛送一个漂浮物像用球或者是绳子，再用水瓶、空瓶等等，让它能够浮得起来再来最后是用利用大型的浮具滑过去不管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SUP 啦、SUP 还有一些救生圈、浮木、救生浮标、鱼雷浮标、保用等等滑过去我们其实并不鼓励大家用自身身体去我们所谓的攻击式啦、自由式、抬头接、抬头蛙去救这样的溺水的患者。当然大家如果有救生员的一些执照也知道说当溺者在发生一个救溺的状况之下，其实任何一个东西被他抓住就像是浮木一样，他会紧抓不放所以我们在救生员的训练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并不会去正面去接近这样一个溺者的患者。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急着想要救人，这样的心意是非常的好，但是方式的话请注意一下，特别记得救溺五步叫叫声抛滑非必要的话不要用自身冒险去救这个人应该运用一些辅助的动作器具，然后还有一些一定要去打一些电话大声呼救，然后让大家来注意还是呼吁大家像大武仑沙滩的事故真的意外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一些警惕心那真的有意外事故发生，大家赶快就是要上岸了那个不能说意外事故发生了好像事不关己好像都不知道其实如果真的有意外事故发生，一定是有一些环境的因素造成，那我们需要去评估环境因素是不是还适合戏水活动。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遇到类似的案件还是都以先上岸为主。那再来我们在夏天去找这种戏水场所是要注意哪些事情，也跟大家宣导一下。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戏水的地点需要合法，要有救生设备跟人员不管是任何的游泳池也好，或是水域场所、海域场所也好，还是希望大家去了解一下是否是合法，而且有没有救生设备跟人员的巡逻或看守，这样的话自己在玩水也比较有一些保障，安全也有相对的提升第二个不要做出一些危险的行为，像是跳水的动作啦，然后或者是一些嬉闹的嬉戏的游玩的动作，其实海水其实呛到真的很不舒服海水跟淡水因为成分的不一样其实在救溺的时候也是有不一样的时间差跟大家报告，在海水它很咸，那如果它真的吸到肺部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如果在海域上面的救溺我本身刚好是潜水队的那如果在海域上面发生救溺的状况，说真的在海水上面非常的难救，非常的难救。如果是像淡水的部分，在游泳池的部分，救活的几率还稍微高一点。在海水的部分，如果跟戏水也好，呛伤也好，甚至真的不幸的溺水了，真的让救援生存机会相对低非常的多。那第三个，像湖泊啦、溪流的落差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戏水的时候游泳要格外的小心。第四个，不要落单随时注意同伴的状况这边也是跟大家呼吁不仅是要注意同伴的状况，海象的状况，还有救生员的一些，有时候会插红旗，还有时候是一开始是绿旗，有时候会改黄旗，有时候改红旗，就表示说适不适合下水不要大家只顾着玩水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绿旗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黄旗也是，因为黄旗就稍微有点风浪，大概要注意，红旗就不要下水，绝对不要下去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概念，大家也要注意。
那这是我们的十招，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四招，第五招下水的时候就要暖身哦，不要穿着有牛仔裤戏水。其实不只是牛仔裤哦，我们要穿着适当的服装来做戏水的动作。今天要玩 SUP， 我们建议你们就要穿好你的救生衣，然后泳衣泳裤。那你今天是在海边要踏个浪，那当然穿个海滩裤没有问题。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要下水的话，还是建议要穿着泳衣泳裤跟救生衣哦。那第六个，我们刚刚讲到不要在水中嬉闹恶作剧哦。那第七个，身体如果状况真的不佳哦，不要戏水游泳哦。这边有看到一个汉堡啦，吃得太饱。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喝个两三杯哦，觉得自己状况还不错，其实哦，这个时候头晕晕的去游泳正好，睡着了，其实更不可以哦。有时候在喝了一些酒精作用之下，刚吃饱。你觉得没事，但是压力在水压下面，你可能就想吐。那你一吐的话，呛到那整个就是非常的不舒服，甚至会造成溺水案件就发生了。第八个，不要长时间的浸泡在水中，要小心失温哦。虽然很热，但是如果你长时间哦，现在我们雷阵雨又蛮多的，午后雷阵雨气温有时候也是会往下掉，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打雷了，也不要在海边了。那如果真的没有打雷，但是气温的部分有注意到往下掉的时候，也不要长时间的浸泡，以免失温哦。那当然，在湖泊啦溪水的时候，水温的部分会下降的比较多。那在入水的时候也要测试一下哦，避免一些心脏疾病会发生哦。再来注意气象报告，我们刚刚讲到台风的部分，虽然台风没有直接侵袭到台湾，甚至没有侵袭到基隆哦，甚至出去是晴空万里，但是如果今天这台风哦在日本、在韩国，甚至在东边的太平洋哦，甚至在已经到香港那边的哦，都巴士海峡都离开了，但是还是跟大家讲，海域是全球的，它是会有连贯性的。它会造成的一些长浪效应并非是我们今天看好像晴空万里就可以去玩水哦，它一定有它的风险存在，所以还是要注意气象报告，气象不佳的时候就不要去了。最后一个加强游泳的漂浮技巧，不幸落水的时候保持冷静放松有些人游泳说我自己超强的，游得很快，可是当在你遇到了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要你游得快，或者是抽筋的时候，对，我们其实是比较是建议是你能够去漂浮在海面上，你能够越长的时间保持你的体力，然后顺着海流动一下，让你的体力能够去可以游到岸边，这样就好了。甚至你没有办法游到岸边，那有体力漂浮着用呼救的方式，然后大家来吸引到大家的注意，这也是一种哦，不要说觉得自己游泳能力很强，拼命的跟海流对抗去游，那是绝对没有效果的，到最后体力透支，反而最后是发生一些不幸的悲剧哦。所以我们简单来说，从事水上的活动，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挑三拣四的动作。第一个挑一，挑选有救生员执行的水域，不可以在禁止戏水区的戏水。我们刚刚讲到禁止戏水区，我们建议就是在大轮沙滩的一个。我们刚刚的一个离岸流哦，就是尽量不要去戏水。那你如果说，那为什么现场人员没有办法去管制？因为刚刚有讲到离岸流，它并非是固定的一个区域哦，它随着每天的潮汐水流不同，它有可能左右会位移，所以没有办法去特别去限制是哪一个区域，必须要靠民众去了解一下现场的状况，然后再去挑选，不要在禁止戏水区去戏水。那当然，现在大轮沙滩也会有做一些管制区域的划分，也请大家在大轮沙滩这边玩水的时候，去依照主管机关的划分的区域来做戏水的活动。第二个挑二，也就是挑选天气良好的时段，不可以在天候不佳时候下水，刚刚已经说过了。挑三，挑出蓝沙坝等可能暗藏恶流的处并且远离之哦。像我们石公潭啊，一些溪流上面，而且做一些蓝沙坝，这样的会造成它的河流的流速还有水流的方向而导致出现这样的一种回流状态。那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靠近有蓝沙坝这样的一个溪流去做戏水，产生不必要的危险。再来就是检四，检一的部分。检查有没有救生圈、救生绳的浮力的用具一般来说有合格的救生员在旁边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救生器材。第二个检二，检查自身的状况，下水要充分暖身避免刚刚主持人讲的抽筋的状况发生哦。第三个检查有没有穿着泳衣啊、救生衣的部分也请大家务必不要穿着像牛仔裤或是不适当的衣物然后来做戏水的活动。
最后一个检视哦，随时要检查环境状况，注意涨退潮的时间跟山洪爆发前兆，远离的危险处哦。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还是要看一下现场的环境，有时候一些浪况哦，并非是我们可以预测的。那如果真的状况不是很明朗，甚至有发生意外状况已经出现了，请大家务必哦赶快上岸哦。所以最后呼吁，我们基隆市现在的海域也做得非常的好，然后设备也越来越完善。像今年又重新开放了海星的游泳池哦。那在海星游泳池这部分，它还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海水游泳池。那在依照规定的一个区域内去做戏水的游泳的活动，其实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民众哦会在游泳的时候太开心了，甚至很想要亲近大自然，就游到外海去了。那实在是蛮危险的啦。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从事任何的水域活动，能够遵守现场救生员还有主管机关的一些警告立示牌，注意一下，然后保障自己的安全哦。然后我玩水玩得开心，安全也能够获得保障。是，就是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玩水才能玩得尽兴又安全。那剩下五分钟，我们要请教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新的一些政策，消防政策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宣导一下。那最近比较新的政策，我想我们还是非常要留意到。消防法从这37年以来最大的修正了27条的条文。那基隆市在7月1号开始会遇到假如有不合规定的部分，会立即举发。那这个部分我真的希望说，营业场所真的要发挥主动自我检视的这个精神，让自己的场所自己保护。那刚刚有听袁荣科长有提到一些水域安全，那我们今天谈到了一些，你会发现说，其实自我的安全自己保护，那自我的安全还牵涉到我们自本身所处的这个环境。那在相对在不管在海边也好，或在住家也好，住家也一样，我怎么样能够确保我住家里面的一些消防安全设备，还有建筑法所规定的防火避难设施设备，能够保障我的安全，那这个都是必须要去检视的。刚刚有提到像防火门，它假如是长闭式的防火门，它就是应该平常都应该关着。那我们平常就要去关心说，我们门开出去看到了这个防火门，假如它是长闭式的，那平常都把它打开，那势必就表示这个会变成不安全。那这个都必须要是自我检视啊。所以，假如能够主动的去做一些减灾的检视，我相信。对民众的安全应该是有更上一层楼的保障。对，真的就是要好好的来保护自己。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新竹大火的部分，当然我们消防同仁也有2位同仁不幸丧生嘛。所以我们在救灾安全管制的部分，其实基隆消防一直非常的重视。那我们在一个救灾安全管制的 APP 里面，我们在今年即将要升级到3.0。那这个3.0当然从我们人员进到火场，然后它的空气量的残压管制，我们之前都是单机版，那今年会把它提升到云端版，也就是说我在海中心就可以控制，对，在指挥科指挥中心里面就能够看到哪一些同仁被进到里面，那进到里面是分配在哪一些区域，那残压还剩下多少？那甚至未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做到，我们在到现场之前，我就能知道水源的位置、建筑物的平面图。那这样我们在救灾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晰的去了解它里面的一些空间的状况。那甚至未来能不能也可以及时去了解里面有没有储放的一些像危险物品？那这样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全。真的，就是就在安全管制 APP 的3.0云端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掌控更多安全性的问题，让大家可以更平安。那当然，我们的所有搜救人员也都可以进行非常安全的搜救工作。那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就请3位来宾跟大家呼吁一下，其实暑假真的要注意有哪些安全呢？我们先从袁庸科长开始。夏季的话，就刚刚讲到的水域的安全哦，那其实台风的准备也是很重要。那还有现在其实灾害真的很多元化，有时候下大雨哦，然后像这一次的潮境公园为什么会坍方？当然我们也有用我们自己的空拍机来做一个 3D 建模，那发现在大水哦，
大雨在下在山坡地的时候，它的水若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当然也会造成土石坍方的一些作为。所以在大雨之后，大家有时候还是要注意，像我们基隆市，像湖海路，也就是外木山那一带，那或者是朝庆公园这边的路况，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哦。如果可以的话，请避免哦在大雨过后行驶这样的一个道路。那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尽兴的好好的玩水，但是也要特别注意刚刚讲到的一个水上水域安全的任何的宣导的一个作为哦，大家特别要小心，谢谢。是，就是要安全加小心。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起初科长。我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呐、啊，消防能力有限，民力无穷，还是要靠大家的帮忙。谢谢。是，就是大家一起来保护好我们的居家生命安全。那因为要靠大家的帮忙，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在推动所谓的自助、互助跟共助，主动的去减灾、避灾跟救灾。那这我当然希望说能够运用相关的科技，那希望能够更让民众以及我们同仁能够更安全。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我带大家看见防火防灾不仅是我们的执法单位这么的努力，也需要我们的全民一起来配合。那另外呢，就是暑假到了，玩水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谢谢三位来宾带大家了解这么多，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祝福大家呢都有一个平安的夏天，都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友善安全之都。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